你好，我是陈有为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过来？我藏了一段神秘的音频在猫耳 FM， 你记得要亲自验收，别忘了，我在猫耳 FM 等你来。怎么还没睡着呢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说吧，想听我唱歌呢，还是听我讲故事？都想。真拿你没办法。好，可以。想听的话，就来猫耳 FM， 我在这里等你。